谢谢您啊，谢谢大家伙儿，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您、啊。啊，不要吝啬那个掌声了啊，不要等到后边的演员了，后边没有演员了啊。我们哥俩今天最后一对演员，可能来说吧，名气没有多大，不是明星。啊，好多朋友对我们也不太熟悉。哎，甭说我们哥俩了，整场的节目，所有的演员可能名气都没有多大。我们都不熟悉，都是同事，自己都不认识啊。好多演员确实来说名气没有多大，对，但是艺术水平都很高。相声说的非常搞笑。对不，你看刚才这位老师，刘诗山老师。哎，旁边这位叫冯一凯啊，合作表演这个节目叫《口吐莲花》。口吐莲花，口吐莲花。哎，这个节目来说呢，传统节目，哎，给大伙儿带来了些许的欢乐，多么的精彩！让人家休息休息吧。嗯、啊，这场把我们俩人换上来再说一遍。继续表演相声。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是他。好。好。不用鼓了啊！不想鼓就不用鼓了。短暂的两秒已经刺痛到了我，刺痛到了，真是这掌声不要也罢啊！这是我搭档，好多朋友对他有一定的认识。这么火吗？你们对他这么熟吗？嗯。现在你们听相声就听一个人吗？一场搭档劈开了听。这么不乐意看见我吗？我好歹我也是个逗哏演员。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咦。朱可松。要掌声，你怎么这么爱要掌声呢你？我掌声现在我都要不下来了，你要钱更不给我了。你别要啊，你是在说笑话啊，你讲啊。我觉得掌声对于演员来说呢，第一是鼓励，第二就是尊重。你不想鼓励你，也不想尊重你，怎么了？是人与人之间，咱们最起码的这种交流得有吧？行了，赶紧说你的笑话吧，还挺有礼貌，你还要这个要那个，讲，快点讲吧，快点，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咱们要下班了。那你一上来，我不是说咱要掌声啊，这个观众的掌声对于演员来说，他是怎么有他们这话讲的叫什么？没有，兴奋剂，禁药。那是禁烟，没让你吃。对呀，干嘛呀？说相声了，不能还查这个呀？不能，你因为你姓禁就得要禁药啊！哎呀，兴奋剂像话吗？现在严查这个，查出来禁赛。我去，不允许参加。姓禁，对呀。禁药，禁赛，我还禁赛，多幽默呀！真的，你这个谐音梗真想抽死你！你别兴奋剂呀，兴奋剂干嘛呀？就是人家一鼓掌，演员就兴奋；要不鼓掌呢，你就不兴奋。不是，就是相对夸张的手法，对，就是你听见掌声你就想说，不听见掌声你就不想说，是不是？我也得说，那赶紧说呀！我不鼓掌，我也得在这儿站到十点。就你每对演员，他们都乐意听掌声，他们都喜欢听。听完掌声了，演员呢很兴奋，对，尽自己所能的给您各位带去欢乐啊，卖力气表演，必须要卖力气，刻刻夜夜的演出，兢兢业业。这还要掌声？要掌声？你怎么那么爱掌声？掌声是我爹啊，行吗？爱听。这么演员就是我们能要的没掌声。爹呀！我就发现你上次你怎么这么多话呢？
你在这帮二帮二的，这不跟你聊聊天吗？他们不给你鼓掌，我再不理你，你不太尴尬了。你是我这气氛组的啊，对，调节一下气氛嘛。来，开始讲笑话，准备乐啊。准备乐，你再等着马上就来。我的包袱都不经意间。对，没事，你们要没听出来，我告诉你们。那么咱们上台给大伙送欢乐，应该的，应该的。大伙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人家为什么呀？嗯、人花钱买这个票，哎，这是寻求娱乐的一种手段。人家图的就是这个，就是哈哈大笑，放松。嗯，对吧？人现在生活来说，压力都很大。对，天天的生活状态千篇一律。嗯，吃饭、睡觉、上班、下班、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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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死了。哎。就是让您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听两个半小时的相声，就好像做了一次神经 SPA。神经什么 SPA？ 好，我听神经 SPA。帮我完了。用你说，告诉他们一声吗？显得我很愚蠢，我这都笑了，那怎么不是你告他们的吗？行啊，来吧，下一个。我讲到哪儿了？丝袜。这个丝袜呀，有白色的。我讲你聊。不是我说啊，这个确实人家花这个钱。开开心心的，得满意而来，满意而归，让您这个钱财花的比较值。对了，你包括演员一上台，嗯，就刚才我说的，为什么说要场上？为什么？不是说要，不是要啊，互相一种尊重。哦，那您演员都得这样，一上台我们都乐乐呵呵跟您鞠上一躬。还是喜欢鞠躬？不是喜欢鞠躬啊，那是必须要鞠躬，必须得鞠躬，这是。演员对于观众的一种尊重，对，对于衣食父母的一种礼节，你差点闪死我。这又说理了，给你拍照也不乐意了，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他开枪了。对，对吧？你别管人照相，人家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喜欢你，想留存住这开心的一刻。哎，得把你这个遗照留住了。对，这一张照片。对，告诉他们这是第二个包袱。而且这演员鞠躬，观众报以掌声，对，互相一种尊重的方式是尊重的方式，而且必须都得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吗？哎，必须得是。演员上台鞠躬，观众鼓掌。要这哎，你要说不是这要谁？这比如演员上来鼓掌，观众站起来鞠躬呢？你觉得可能吗？你就可能吗？演员乐乐呵呵一上台，哎，来了，今儿啊，到这儿鼓掌，咱们刚站这儿，观众200多人全站起来了，集体。这还有喊号的，这不成默哀了吗？确实是不合适，对吧？这是必须的，这讲究这些规矩，讲究这些。而且你看，你这规矩还挺多的。还有规矩吗？你就说鞠躬，好多人没注意过，鞠躬都有规矩。什么规矩啊？你看所有鞠躬的，首先来说，鞠躬90度。90度，哎，双手要贴实的腹线，那这腰不得掰折了呀？我他妈后边鞠呀！你看，咱俩上台，你看见我了吗？我上台，我这么鞠的。别来这个，上次腿就那么坏的。应该呢。往前鞠呀！说往前不就得了？怎么那么多话呢？而鞠躬的时候不能看观众。哦，鞠躬还不能看观众？不能看着。是吗？哎，鞠完躬。慢慢的抬头再面向观众，都是这样的，这个样子，哦，这就是规矩。这要看着人家呢，这眼神得有眼神的交织啊，心灵的窗户的对击呀。你话是真多，你这
鞠躬的时候还得看着人家。对呀、啊，可以吗？你觉得好吗？我觉得好啊。看着人家，咱俩上来了到这儿。你看像不像喜剧人那个雕像？确实这样，它不太美观。对对，不好看，有点不美观了。哎。就是您鞠躬，这都是有规矩。哎，证明您平时善于观察生活，多新鲜呢！哎，包括台上说话聊天都一样。哦，这还有讲究，台上无大小。哎，台下立规矩，真是在台上怎么说都无所谓。对，你甭管哥们兄弟，哎，哪怕长一辈儿，哎，岁数大的老年人，对。台上无所谓，怎么说都行，就和我们俩可以在台上骂35分钟刘春山一样。不用台下的也行，我们俩只要一下台必须规规矩矩的跟他进行搏斗。不能骂了，对，台上怎么说都行，都可以，但是台下不行。哎，必须有尊重。哎，甭管是师傅也好，叔叔大爷跟人客客气气。哎，不能瞎开玩笑，必须得手贴裤线站好了。哎，对了，手绝对不能说偷门往怀里伸啊，非常不礼貌的行为，这都是。你跟谁说话是这么说话？我说呀，绝对是手不能瞎滑了，万一从里边掏出枪来怎么办？不文明了，报警。不是包袱，不是包袱。要觉得不可乐的肯定不是包袱，不是好多的生活当中的规矩确实很多。是，对，你包括生活当中，你不如你观察没观察啊？走马路上两个人见面了，比如突然间猛住了啊，这个人眼熟，叫不出来，喊不出来名字了啊，你得想一想。对呀、啊，想的时候最后一拍脑袋，你就想起来了。哦，都得拍，那叫灵觉骨，他什么都懂，就是一点啪就想起来了，那其实是个开关，对不对？都是这样，都这样。因为走马路，咱哥俩走马路上了啊，走马路去，突然间蒙住了啊，哟哟，这不是金鹤兰吗？哟，你是，哟你这，哎呀，蔡徐坤。好好的，好好的。哎，张马老师，您见面了。哟，金鹤兰。哎，这不是谁吗？这不，哎呦，是我呀。是是，你别抱我，我记得，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哎呦，你，蔡徐坤，朱鹤松。哎，是我。你看见吗？一拍脑袋，想起来了。这不是跟你拍脑袋有关系。这是因为你时间，你这不在这儿想了吗？你有想这功夫，你拍哪儿都能想起来是我。不是，那只有拍脑袋能想起来，而且只有拍脑袋它相对好看。这跟那个没关系。你要说拍脑袋是拍脑袋想起来，你得是这样：金鹤兰，朱鹤松。这是因为拍脑袋想起来。这他不是拍，这就是电门。对呀、啊，咔。对呀、啊。您跟拍这没有关系，您哪儿都一样。你甭管在哪儿，他必须得拍脑袋。不可能，拍别的地方不合适。无所谓，拍哪儿都行。回再来一回。好啊，咱俩见面了。金鹤兰，哎呦，这不那谁吗？这不，哎呦，这不那，哎呦，别说，我想，这不那谁？哎呦，这是，哎呦，别担心，朱鹤松，确实是不合适，这个整个臀部实在是太不雅了。对呀，你就不能瞎拍，不是不能拍屁股，哎，这就讲究这句规矩啊。而且还有，还有呢，还有，比如有一个人在前面走着了。有一个人在后边喊你，千万不能理他。为什么呀？因为只要你一扭过来，你的魂魄就被他抓走了。不是抓，怎么还有迷信呢？这个抓屁事儿的，千万身上三把火，千万不能理他啊！你就得往前走，不能理他，绝对不能理，这不能上这个当啊！两个普通人。对呀、啊，你这不是走夜路，这么多年你还不明白这个？你干这么多年神父，你不知道这个？我干这么多年神棍，我干这么多年神父。走马了，咱就说
夜路，人家有那个迷信说法了，晚上走夜路了，别人往后边喊你拍你，千万别回头，对吧？容易把这魂魄带走了。好，男人身上三把火，不是这两肩带头顶，这是普通的事情，就普通的情况下了。哎，一般后边人喊你，都是什么状态呀？先扭头，然后呢，再扭身子，是吗？都是这样，这我还真没观察过，好多人没注意过，这是小细节了。对了，你比如走着走着，你喊我金鹤兰，哎，哎，朱可松，嗨，你看，先扭头，后扭身子，哦，都得是这样，这一块儿扭过来呢，这不是正常人，这怎么不是正常人啊？你觉得好吗？好啊，老先生走着了，走着呢，哎，金鹤兰，哎，朱可松。太神奇了，看了一个全面的人，这傻子似的吗？确实太可爱了。对对，他就讲究这些，生活当中的规矩无处不在，哎，哪里都有。而且我是天津人，嗯，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天津的朋友，天津人讲究就很多，讲究什么呢？规矩特别多。哦，你就比方说称呼，哦，在称呼方面有什么规矩呢？他讲究喊爷，啊？什么叫喊爷？就是喜欢呢，现在这个姓氏的后边加一个爷字儿。哦，就是尊敬这个人，客气。姓张，张爷；姓王，王爷；姓李，李爷；姓赵，赵爷。是吗？都得这么喊，这么打招呼。然后回答的那个人得回答一大串的爷回敬他，还是一大串的爷，不能实受。对，哦，说明俩人关系好，热情。嘿，比如俩人刚往这见面，啊。朱爷，哟，爷，哎，看见了吗？啊，显得俩人关系好，很热情。他这太多了，说着有点费气呀。是挺累的，也没这么多，像你这有点太多了，太贫气了。少点啊，少点，仨，仨字，就仨，分出高矮音来。哦，也一样。是吗？走马路上，哟，朱爷，哟，爷，哎。你看见了吗？显得很客气，这也有点多呀。还多啊，一个字也可以。干支爷，干王岁，也挺好。是吗？朱爷，爷，哎，一样，看见了吗？状态一样。这一个字也可以，仨也行。对，俩字可不可以啊？俩字不行。俩字怎么不行了？我们觉得一般人不乐意这么说。好啊，俩字没问题。你觉得你喜欢？我太合适了。乐意这么喊啊？朱爷，哎，孙子，哎，还真是不合适。我觉得刚才你真是否定我，否定的太对了。我应该学习你这种精神。刚才我说的早干嘛去了？说一半的时候，我才刚想起来的。我这个人真是，哼，太武断了。我喊完孙子了，啊，知道这不对了。真是太武断了，太武断了。这是奴家的错，奴家的错。哎。对，这个就是有一定的规矩，嗯，对，你不要推翻它，不可以推翻，不要打乱你的规矩。哎，哎，有好多，你包括北京，北京讲究什么呀？北京有好多的规矩。哦，你北京要现在还好，你要老年间啊，那阵规矩还多，就是那个北京人那阵儿，北京猿人那阵儿是吗？还得早啊，别早，到不了这么前边啊。就是有朝代的时候，清朝，清朝，清朝，哦，清朝入关在北京吧？对，就在那儿嘛。哎，对对对，在那儿嘛。对对对对对，那儿嘛。清朝他们是哪儿啊？满族人，这可是老满族了。哎，满族人的居多呀，他们讲究，那个年代的人讲究什么？请安。哦，请安，我从那个电视里边瞧过，经常看见那个 TV 里边经常播这种。对，他这个请安呢，就是所谓就咱们喊打签儿。哦，打个签儿，打个签儿，哎，双手拂袖打个签儿。哎，他分什么？分两种。哪两种啊？一种叫文请安，一种叫武请安。什么是文请安？文人墨客啊，有文化的人，书生。哎，一般来说吧，都是文请安。嗯，很简单，双手拂袖打个签就算结束了。哦，很文雅，很儒雅，很简单啊。咱给大伙儿学学。可以，比如两个文人，嗯，一见面了，咱们见面了，一见面都特别的客气。好哟，
吗？这个，这是文人吗？算武将吗？不算，这文人，这不太监吗？这不是？那太监贵为哪类呢？我太监贵为封建专制下一种畸形的存在呀。特别开心，老有一个新的解释。反正就这也算了，他也算，他跟文人运用的是一种方式。行行行行，他们一样，很简单，白不净劲儿那种，哎，就干干净净的。哟哟，这公公，晋公公，我给你请安了，给你请安了。就是这个状态。那什么是无请安呢？练武的。哦，会武术的太监，不是什么叫会，非得是个太监，武将了。这说的好，这回是武将了啊！习武之人，有武功的人。哎，对了，有一种啊，上武的精神，上武的精神。哎，就上武很精神，下武呢？下武就蔫了。第六个包袱了。这一口拉人比黄瓜的感觉，不是，就是得有一把的力气，对，稍微捯饬捯饬，再化个妆，哎，短衣就是小打扮，对，就是这个练武的状态。哎，一般练武的人都好带这个腰上系一点东西，哎，这是兵刃，对不对？是什么？这不手雷吗？这一看就是手雷。练武有手雷，还练武干嘛去？两个人有膀子力气，走马路上了，跟这个文人有点区别。好。勾点动作，哎，都是什么呀？双手扶胸，然后肩碰肩，肩碰肩，哎，肩膀碰肩膀一下，哦，打个枪，哎，有膀子力气，好，可以，给大伙学学啊，没问题，没问题，见面都这样，哎，这是什么叶问？不是，正我正练功呢，真是，你又练什么？我这。好好的，还骑马登当时，你妈会的真多你。两个练武的走马路，哟哟，我怕你出杀招啊！桌子底下都是刀子。行了，好好的，能不能像个人一样？这什么打完了？走马老爷见面，哟哟，大哥，兄弟，哎呀，见面我给你请安了，我给你请安了，干嘛呢？这不是有膀子力气，上午精神吗？你上午有点太精神了，明明碰见下午的我了，什么？就撞一下就得了。这么大劲儿干嘛呀？精神嘛，就是说人家讲究这个，嗯，客客气气讲究这个，有这方规矩，还真是。哎，这都是讲究，嗯，包括说话，说话聊天都有讲究。说话还有讲究吗？有规矩着呢。哦，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说的话多话少都不一样。那一般什么地儿话多呀？话多，你比方饭馆吃饭的地方，饭店，话很多。但是不显多，吃饭的地儿话多。比如朋友啊，比方两个朋友，你在那桌，我在这桌了，在这个饭店偶然相遇，两个得一堆话，是吗？俩人得客气半天，显得关系好热情。但是你觉得没有多多哦，说的多还不显得多。对了，好啊，你们两个朋友在饭馆见面都这样的，真妹子，哟哟。不好意思，师叔父，习武之人见怪莫怪呀、啊。你是真的也不错呀。朱老师，您好，您这吃呢？我可不这吃呢吗？哎呦，合着您天天这吃、啊？我天天这吃啊！啊，就这么跟您说。怎么说？每天下了班就这顿，准这吃。您这话怎么说的？不回家吃了？我这甭回家吃去了。您看，这都几点了？他们娘几个在家都吃完了，我在外边随便吃一顿得了。怎么跟哑语似的？就是我这没外人，咱俩一桌吃的。您来我这儿，甭上您那儿了。来我这儿来，我吃完我走了。别走啊！干嘛呀？您再来两口热的。我真不吃了，喝两口稀的。我这喝不下去了。甭客气，随便找我两口。您别跟我客气，咱下回行不行？
咱下回今儿真不成了，是真不行了，吃不了了哈。咱下回得了得了，我下次咱常联系啊。您给我发 QQ 啊 ，QQ， 哎呦，震我啊，震我，我必须得震你，还得通你菜呢。得了得了得了，常联系常联系，兄弟哥们兄弟，哎，回想回想啊，哎呀，话很多，话还真不少，话有点太多了。但是不显多，哎，旁人看着觉得这俩人关系还真不错，哎，这么近乎，哎，这就是话多的地儿。那什么地儿话少啊？厕所、卫生间，厕所没有话啊。多熟的人到了厕所，干拉屎没有聊天的，是吗？对了，一到那儿顶多也别说不聊吧，也得说话吧，也简单聊两句。要那个带纸的吗？带了，带了，带了。带着拉呀，等什么呢？还等我请你啊？请便。再多说两句，多聊两句，多聊聊，还得聊啊。多聊两句就是特殊情况呗。特殊情况，俩人蹲的时间比较长，俩人蹲了四个多小时，场面很尴尬，打破尴尬的局面得聊两句了。手机那个什么那个兄弟带纸的吗？你看，问的这不废话吗？但咱要带纸，我能蹲四个多小时吗？有道理啊！你看我为什么也蹲那么长时间呢？为什么呀？我也没带呀。太棒！那咱俩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练钢呗。没有话聊。有话聊啊！无聊变得有话聊。对呀、啊。哎呀！第七个。你把刚才那饭馆那套，你放到厕所这不就聊上了吗？你该死，你真的，真的就该死，这可能吗？嗯，可能吗？到厕所了，聊饭馆那一套，所以啊，按照那种方式，你觉得能行？没问题，我依着你啊，再来一回，行吗？可以、啊。好比说，咱俩带到厕所拉屎去了，嗯，咱一块儿去啊，拿纸，拿着纸，好，我不借给你啊，拿着到厕所拉屎去了。别真拉出来啊！你要真拉出来，我肯定不等你，我就拜拜了，自个儿改签，拜拜，我真走了。录像呢？没见过男的拉屎啊？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没见过男的他妈200多人拉屎。后边的看得见吗？看不见，看不见也不买头彩票。感觉你要吃，把裤子脱了，把裤子脱了，大哥，大哥，你到底想看的是什么？我是作笔成章。我不是真拉，不是你站着拉吗？我能，人有站着拉的，站着拉你拉出来肯定是历史。你让第八个，第八个，等着嘛，第八个，等什么呢？我在这 cosplay 呢。靠脱那什么呀？靠不像脱泥甲吗？好吧好吧，你一块一块。哎呀，拉屎还得这样？我是马桶，我是马桶。厕所里没有一个老弱病残的，那是一个马桶吗？我是那个马桶，我坐在马桶上面的。我以为你在家呢。马桶。就是通拉吧，就这差不多作笔成样吧。啊！哎呦，我真的，我想换个厕所。你拉屎比我有声，我还在这儿抽着烟了。行，聋了，聋了，厕所一会儿看不见了。你。厕所抽烟也罚款吗？贴的，这个厕所呀，
那不有隔断吗？这个厕所竟然以为我这是在抽烟，真是肤浅的人类。那你抽的是什么？过滤过滤这里的味儿啊。你自己拿肺过滤啊。行吧，用我自己回向众生。小过滤器的人是阴。行别胡说八道了，赶紧拉赶紧拉啊，别顾了。干嘛呀，催屎精啊。拉屎之前祷告祷告，怎么给屎超度一下。怎么老是一个防御状态，时刻备战是吗？不好意思，你这么都吵架。不好意思，郑师傅。你这你混的是不是波兰籍？我是十三妹。哎呦，十三妹。生方哥。现在不拿我当浩南，敢他妈生饭了。哟，朱老师，哎，您这儿拉呢？啊，我可不这儿拉呢吗？合着您天天这儿拉呀？我天天这儿拉，就这么跟您说。怎么说呀？每天下了班就这泡，准这儿拉。您就不回家拉去了？哎呀，您看这都几点了？他们娘几个在家都拉完了，我在外边随便拉点就得了。您话怎么说的？这真是，今儿我就一个人，您咱俩蹲一块拉来。您蹲我腿上。我看您呢，我拉完我得走了。干嘛？我走了。你别走啊！干嘛呀？您再来两口热的。去。传统的节目叫规矩论，对啊，讲这个生活处处啊规矩很多，嗯，确实吧，中国的规矩我觉得确实挺多的，嗯，礼仪之邦嘛，有好多的礼仪啊礼节啊规矩啊包含在其中。老话怎么说？有这么说，这叫无规矩不成方圆。太对了，是有这么话说吧，嗯，哎，讲究这些，这只是说啊众多规矩当中啊挑出几个觉得哎有点意思的，哎，给大伙儿呈现一下。这只是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礼仪的一个缩影。朱老师的捧哏呢就是这么特色，明明很简单的三五个字能解决的必须得说十好几个字儿。但是好多人确实写朱老师这种状态，朱老师台上确实很优秀，哎，咱得实话实说呀，好多观众喜欢，包括后台好多演员也喜欢，搞好关系，哎，关系都不错，跟谁都挺好，跟谁都很客气。你何为善，各位师傅，我不是这个。行了，可以了，差不多了，观众都很累了。那个朱老师有一些这个无厘头的表演方式。但是来说吧，有时候我自己个人觉得有时候不太讨厌哦。他不像有的演员可能啊会突然间加一些跟那个节目没有任何关系的内容的语言，会觉得哎呀没意思哦。但是朱老师不是。哎呦，谢谢您。哎，这方面很好，给我转面了，咱这是。哎，这不是，实话说就真是如此。谢谢。包括生活当中，嗯，好多朋友啊，就是演员呢也喜欢他待着，嗯，与人为善。哎，我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有时实话实说啊，也有时犯做那个事儿让人讨厌哦。不是说所有人的，这就是说人无完人嘛，咱能理解，肯定有那个做那个事儿过分的时候，有那个接受不了的地方。但我做什么过分的事情让你们接受不了了？别人我不知道，嗯，有一回对于我觉得对我就是欺辱。这是什么词语？怎么用到了这上面？就是欺负人。俺何出此言呢？面我问住了，当大家伙的面啊，把这事说破。可以呀，啊，可以吧？可以。这事儿我郁闷了好久啊，反正我一说接受不了这个话。
有一年咱们出门演出去，不是您进的戏吗？老演出去。去那个远点的，有一年去云南。哦，上那个云南演出去。我知道，就是去拉萨那回吗？先去云南，然后转到拉萨。一个地儿。后去的拉萨，就那回吗？对，去云南，到那儿演出去。嗯。演完出了，人家有那个庆功宴呐，吃饭。嗯。说转天在当地玩一玩，挺好吧？可以啊。大伙儿都挺开心的。嗯。转天呢也是下午，哎，天还挺好的，我怎么在外边跟这当地老乡我们聊聊天，了解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啊，这些各种文化，正聊着天呢，就这个货拿着一盆水照着我啪泼过来了，劈头盖脸浑身全湿了，我在这跟人聊着天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栽我，您说不给我留面子，您说这真是外行啊，真是不了解我们美丽的云南彩云之巅啊。我了解什么呀？那是我们傣族的一套独特的风景线呀。那天我们过节呢，我们傣族。傣族。要跟你傣族。我们傣族正过节，过那叫泼水节嘛，泼水节快，就是泼给你一份吉祥，一份祝福。我当着这么多人泼我一盆，这还吉祥？祝你永远扎西得累呀、啊。我祝福都砸了，祝都不知道谁保我。我就是祝福你。哦。哦，泼我一盆水啊！这对我来说是祝福。太对了，扎西得累，扎西得累。那我倒问问了，嗯、你反过来我泼你一盆，凭什么打我？废话，废话，就直接拔了。凭什么？我泼的是凉水，你泼我的是开水。那水准开吗？那水不开吗？那水准开吗？那水不开吗？都泡过脚的了。我去你的吧！感谢各位的观看，再见。